那因为经常有人在讲说第二类的人的施打的情况怎么样哈，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第二类的哈人员对象别哈，还有施打的情况，也跟大家做报告。哦，那这里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对于我们的应该不是在我们这个哈基层的工作者了哈，相关的救护车啦或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呐。哦，或是执行居家检疫隔离服务工作者，哦，CIQS，那第一线的警消，哦，等等的，哦，这些我想大家都会觉得说，哈，都我想质疑比较少，那主要质疑是在，政府官员这一部分了，哈，所以看到就维持防疫体系运作中央政府的官员里面，现在施打第一剂的哈，有1692名，施打第二剂有925名。那在地方政府的官员里面，哈，施打第一剂的有，24793人，哈，施打第二剂有5886人，哈，那这些都是在第二类里面有因哈跟着造册来施打的人员跟技术，哈，啊，让大家也哈一并的公布，让大家来了解，哈。